真心为您把关 ，SUM 里程保证，我承诺。大家好，我是鸿海汽车业务的小蔡，今天要介绍这台2022年的 Artis 油电尊爵版，带大家来看一下内装。那我们这台是油电款的准新车，目前的话它只有跑5公里，然后方向盘的部分，这边是我们萤幕的快控键，然后这里的话是定速行驶，然后车道偏移，还有跟车的部分。这里的话是我们的纯电行驶、循迹防滑跟我们的省油模式。冷气的部分是我们的单区恒温空调，萤幕的部分是我们的8寸液晶触控萤幕。这台的话是有倒车显影的，它的画面都很清晰清楚。这台是只跑5公里的油电款 Artis， 电池还在原厂保固中，有喜欢的朋友欢迎来到鸿海汽车赏车，谢谢大家。实在就是 SUM。